Good morning, Jesus。有时候我真系你姊妹特别问高质，而且叫咱十个做来看，乜可能第一种就是高质。我心内如何谦卑，恁就陪我学学我饮食，安尼恁心内就要向安息。如何心会当用稳别人？当咱面对着工作中间的难题，会用真侪时间去思考，来估计着千种万化的变化的可能性。会当控制所有不利的因素，想要得到上好有利的结果。当咱为着一件代志费尽心思咧想的时阵，压力甲重大，当然自然就会增加。反倒当咱如果用柔和的心来面对的时阵，将代志想较简单、积极，对着代志轻松，并且迄个观点亲像囡仔咧看问题共款。有点像兄弟姊妹，这会当有无相像的角度。周围的人嘛，未因为咱安尼感觉非常的有压力。谦卑的心就是和上帝工作，咱就要永远相信，你家己以外还佫有上帝。上帝会伫咱需要时阵，成做咱的帮助者，替咱偷开迄个袂当偷开的时间，启发着咱的思想。上帝会当帮助咱，对着一个完全无受伤的角度来处理着问题，迄就是。你协助着咱，伫翻天的海浪的中间，大海内面，会当依然轻松行伫水面顶。有上帝同在的人，就是甲耶稣同款有谦卑的人。所以，咱不一动荡，自然就会轻。压力上大来源，就是当咱家己想要过家己的生活，甲耶稣基督失去了连接，就亲像一个手机，伊无插伫即个电顶面同款。哦，是放因两个动物的中间，让因会当同齐承受担当。耶稣讲，恁着陪我学，意思是恁的学交予我，和我甲你做伙相佮来承担，陪伴你做伙来按头前物件。兄弟姊妹，你今仔是毋是更感觉讲，家己伫要无力，那个头前面的路毋知要安怎行呢？你是毋是准备要放弃呢？毋通放弃。耶稣讲，我心内如何谦卑，恁着陪我学。学我用心，安尼咱就会向安向。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特别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，和耶稣成为阮人生中间的带领者，并且通过着伊的代赎，和阮今仔日会当坦然无惊遐面对你。愿耶稣基督的心在阮的内面做心，和阮定睛伫伊，我靠伊，亲近伊，并且跟对伊的脚步来行。恳求你，是阮属乎新的一日，感谢你。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